吴孟达，香港的演员，刚才百度了一下，才发现他原来出生在福建厦门，大概是年少时期移民到了香港，可能比较凶险。当然，我们这种80后都是在小县城的录像厅里感受到的来自香港的气息，录像厅里的香港电影是吧？小马哥是主角，吴孟达是配角，号称黄金配角吧。配角人生啊，往往有一点悲剧感，尤其和周星驰这个主角的关系导致的这种悲剧。